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地三鲜盖饭，还有香芋包。那我开始吃了，这个真的超级香。这个饭太香了。超级香。装了满满的一碗，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好了。这个是雪山香芋包，它上面是有椰丝的。挺好吃的。它这里面的馅有点糊嘴。一个还挺沉的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